高度合适，房子也够大，哪天带回家给妈瞧瞧。我在挑空调而已，这款使用新型环保雪种，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比较少，但机身有易燃物品标签呢。放心，按照厂商建议的房间大小和高度去安装就行了。还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师傅，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.emsd.gov.hk。